严格把控冷链物流运输环节，全面落实交通运输部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的要求，增加冷藏保鲜运输车辆消毒频次，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和防护，杜绝从业人员直接接触货物，同时加强冷藏保鲜道路运输环节信息登记和全过程管理。目前我市893家冷藏保鲜经营货运业务，5909台运输车辆均已完成排查。